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好，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话佛法啊。佛法的高境界啊，就是寂然不动啊，寂就是安静，然就是自然。一个人要清净才能得住，什么事情干净了，你就能够住下来。举个简单例子，能够到一个地方去安定下来，这个地方一定是很安静的，能清净的。所以我们人经常在冷静之后就会变得非常有智慧，一个人在烦躁的时候就会失去智慧。所以你去看一个人很烦躁，在骂人啊，在吵架呀，在想不通啊，那个时候智慧就离他而去了。所以冷静之后人会有智慧，人在忍辱之后呢，这个人啊脱胎换骨。你想想看，你能够忍耐，说明你这个人已经忍人所不能忍啊！想一想了，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能做到，你是不是已经脱胎换骨了？所以有佛性的人能够忍耐，能够有智慧，平静清净心得住。所以很多高僧大德他们修心都是不言而善应，不言而善应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有的事情啊，你用悟性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要去说的。你去看整天叽叽呱呱不停地跟人家解释的人，这个人有智慧吗？所以不言而善应，也就是说不管在人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都是能够从善去应对你会有善的感应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很多人打坐好不容易憋了一天了，到了晚上出关了，又开始满嘴胡说了，所以他憋不住，言多必失，在中华传统文化上说言多必失，有的话你不如不说，因为你说了你会找不到自己的智慧，你安静了，寂静了，你冷静了，智慧就跟在你边上，所以你才会找到你内心本性的善良和清净，你想想看，你能够清净的人，你是不是能够找到清净啊？一切都是靠自己，每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走出来这个智慧之路，所以学佛人经常说，我今天有灵感了，是菩萨对我说的。有些人打坐听到菩萨对他讲话是有，但是不能沾沾自喜呀，你知道你能见佛，你也能见魔，你心中的魔性很多，你根本不能寂静找到本性的任何感应。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，人静不下来，不能心中安定，
他就找不到本性。找不到本性的人没有任何感应的。所以我们经常说，有感应的人就是有智慧。过去说什么叫聪明啊，耳聪目明啊，反应快啊。那么很多人沾沾自喜的呢，模考就来了啊。你说你今天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，考验你就开始来了啊。别人讲你一句说你不好的，你经不起考验了，上蹿下跳马上就不得了了。你不能寂静呀，所以你就找不到你的本性啊，然后你的身上就没有任何感应啊。所以有些人一觉得自己看到菩萨了，或者看到什么了，然后沾沾自喜，别人说他几句不好的，马上上蹿下跳，最后着魔，精神分裂症啊。我会这样吗？我是谁啊？永远找不到自我，永远丢失了佛性和悟性。所以真正得道之人是无言无声啊，无言无声，他没有话，他不要发声音的，一切尽在不言中啊。所以有的时候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啊，你能够理解别人，你还要说什么话？比方说今天啊，公司里缺了一样什么东西了啊，人家说是他拿的，你只要看看他从来没拿过东西，你用不着讲你拿过吗，不讲话。此时无声胜有声，你知道肯定不是他拿的，不可能的。这就是一种心理的感应。所以有感应的人他是有智慧的啊。所以无言无声无形无真呢，就接近本空了啊。无形无真，不要有什么行为啊，不要去跟人家争啊，你就接近自己本空了。因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性啊，本来就是虚幻不实的东西，你想在空气当中能够找到什么实质性的物质吗？空气当中没有实质性的物质，它是虚空当中的各种分子的结构啊。所以涅槃清净，涅槃的人是开悟的人，开悟的人是清净的人，清净的人是不会给人家脸看的，不干净的人动不动就要给人家脸看。在这个社会上，你不能做到圆满寂静，你的心永远在激动。所以人家说激动的心使你上蹿下跳，使你不能平安，使你不能平稳地生活在这个人间，那么你就丢失了智慧啊。因为智慧永远跟寂静作伴，不会跟烦躁作伴，也不会跟烦恼作伴。所以圆满寂静就是与世无争了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会不寂静吗？你搞他他笑笑，哈哈，这是人间。你讽刺他，想想，哈哈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境界不是一样的，大家要好好修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你已经与世无争了，因为你自己所得到的心里的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所有的一切你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，无苦集灭道，你都明白了啊，所以无智于无得呀，一无所得故呀。人就是在这种迷惑困惑当中丢失了自己的本性，以为自己对的，以为自己内心有灵感了，以为自己啊接近本空了，实际上你的空性还是在幻灭当中。所以有时候无言是一种高境界的寂静啊。很多世界上人间的事情你评论干嘛？
这种事情本身就没有一个标准的，啊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夫妻吵架，夫妻打架，你说谁没有道理呀？你跟孩子吵架，孩子都有讲出一套套的道理，这些道理你能接受吗？不能接受。他能接受吗？他也不能接受。那你说说什么理啊？所以那么啊，我们说无言，那么就是一种高境界。无言是什么？无言就是对社会的一种啊看穿看破。我看穿这个世界是假的了，是虚幻的，我没有必要去解释。别人来污蔑你，诽谤你，你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，你要去解释吗？比方说你从小到大品质很好，从来没有偷过东西，突然之间人家污蔑你说你偷东西了，你有必要去跟他解释吗？所以寂静是一种高境界。所以高僧大德修得越好的，八风吹不动啊，如如不动的本性，才能尽显啊金刚菩提的得道之心啊。所以佛道和菩萨都是清净空寂如如不动的。你去看一个人，如果能够稳得住，这个人就是如如不动。一个人碰到事情就跳，碰到事情就闹，那么这个人最后就是如水中的啊芦花草，浮在水上。我们人为什么会轻浮？人为什么会动不动就跳？因为心一动就会有行动。因为很多事情你心动了，你的行为就开始动了。所以很多人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心动，然后才会造成伤害自己和伤害别人的行动。所以学会控制自己，要修到无私无为啊！我什么都没做过啊，这个事情我没想过啊，好事情我没想过我就做了啊！既然不动，如如不动，如果你已经不去想它，你就能做出善事。你根本没有去想过我要做某一件事情，去为了得到某一种目的，那你就是无为，你的修道就会有成功的可能性啊！如果你为了修道成道拼命的去打坐啦，啊，去苦修啦，并且想知道自己的未来啦，想知道自己的过去啦，你在找寻那些虚幻世界当中曾经拥有的你，那你就在虚幻当中失去了禅定的心，你得到的那种神通也是虚幻的，不实的啊！那么最后给你带来的只是一种幻觉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们现在想想你们的小时候某一件事情，曾经跟人家吵架去报告老师啦，或者曾经伤害过同学啦，这些事情是不是现在想起来就像一种幻觉一样？为了跟人家争某一个啊名利，去伤害别人，去污蔑别人，所以寂静就离他太远了。一个很稳重的孩子，他不会轻易去伤害别人。一个有修养有教养的人，他早已远离了他的愚痴。一个能够不讲话的人，能够用心去做每一件事情的人，他已经拥有了他的悟性，所以他得到的任何感应啊，那是正确的。而一个人拼命的去追求人间的任何感应，哎呀我感觉到这个事情，哎呀我感觉到，整天心在乱动，意在乱想，念在
欺骗自己的良心，最后不是执着就是着魔。所以无思无为寂静，在佛法界就称为感而遂通。因为上次师父跟大家讲感而遂通，就是在追求未来过去现在的人，他会失去现在，得不到未来，也会连累他的自己的过去。所以很多人连现在在做什么他都不知道，他怎么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未来和理解自己的过去？所以我们很多人活到今天，你叫他讲讲他的过去，整个在虚幻当中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有的人叫他在解释，叫他在共修，啊，讲一讲自己的体会，讲出一大堆过去的虚荣。所以一个人不能心包太虚，你就会失去智慧。所以心包太虚是什么？就是什么都过去了，什么都是虚幻的，人间我所有走过的路我都能包容它，我一眼能够看穿世界万物，它都是虚幻不实的。我想通了，我想明白了，我看穿了，这就叫照见五蕴皆空。